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节课的小班长，来，小小兵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小小兵，我今年要上课了。哦，今年要上课了，你几岁啦？六岁。你上的是几年级？一年级。你心里头期待吗？期待。期待。那好，我问你，你喜欢什么样的老师？温柔的老师。温柔的老师。温柔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会大笑的老师。就是会大笑的老师啊、哦、好，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特别好的老师，我们一起来看在重庆的一位王老师。小小兵，你到小学了，你想要王老师这样的老师教你吗？想啊。想啊。同学们想不想见到王老师和毒品箱的同学们？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上王老师和他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孩子们，来、哎、往前面站。那个，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第一天啊，本来吧孩子们都已经是要去新的班级了，要跟王老师说再见了，但是因为我们一起要上开学第一课，所以呢今天他们的第一课又和王老师在一起，高兴吗？高兴。我们刚才在电视里面都看到了你们在跳舞，在这个做的那些动作都特别好，但是我也知道孩子们呢今年要去新的班级了，跟王老师要说再见。孩子们是不是特别舍不得老师？对，非常舍不得。都怎么舍不得？可以告诉大家吗？你来说。我觉得王老师是一个用什么来形容呢，都是一句歌词，就是千年等一回的好老师，我十分的舍不得王老师。哇，你说的真好，千年等一回。来，你呢？我觉得王老师为我们做过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非常感谢他能够教我们，我真的非常舍不得他。孩子们跟王老师在一起度过了特别快乐的3年，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舍。昨天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不能跟他们提他们要去新的学校，去新的班级，他们每个人都在这里掉眼泪了，他们特别舍不得。来，我们想一想跟王老师在一起的时候特别高兴的事儿，什么事情让你特别高兴？就是我第一次那天早晨去上课，然后在路上碰到王老师了。我就叫老师好，然后他就用摩托车把我带到了学校。我正饿，然后他就跑去给我买了3个包子。孩子们，那你们是不是准备了什么礼物要送给王老师？我看到你手里拿了一个，这个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吗？这个是给王老师的一封信。愿意念给我们听一下吗？愿意。来，王老师，我们爱您。哦，我看这是王雅萍写的，雅萍是谁？你来念。鸟儿离不开蓝天，鱼儿离不开水，而我却离不开您。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多的日子，您为我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只有一句话，王老师，我永远爱您。王老师，来，站到孩子们边上来，感谢你点亮了孩子们心中的灯，让他们把幸福
也传递给了我们。谢谢你，王老师。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我应该使他们拥有自己的梦想，并且能为他自己所用的这个梦想去不断的努力，从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品味到幸福的味道。就这样，谢谢王老师，谢谢。来，把眼泪擦一擦，我们来按照学校把这个舞台当成学校的那个操场，好不好？来好来，王老师继续带队。好吧，那个可能今天站在这里是我最后一次教你们跳这个舞蹈。请同学们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来，孩子们跳得真好。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可能你们在电视上见到过他，就是那个中国达人秀的那个总冠军卓君。对，来，有请他和他的团队卓君。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广西武鸣县府城镇大屯屯出来的。你是怎么从你的家乡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来的？因为我觉得我跳舞的时候感觉非常幸福，而且能够带给观众快乐，看到你们快乐了，我也快乐。真的是这样，快乐的感觉，幸福的感觉是需要分享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分享了卓君和我们王老师还有读屏乡的同学们他们的幸福和快乐。好，孩子们，你们来看看这是什么，这个里面是舞鞋，来，我们把舞鞋换上，跳给我们全国的小朋友们，跳给我们全国的同学们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梦想和他们的幸福。的课堂当中跳了一曲梦想的舞蹈，我们放飞了自己的梦想，希望我们能够飞得更高更远。谢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于丹老师为我们来分享他对幸福是怎么理解的，有请于丹老师。谢谢于丹老师，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课间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啊。来，小小兵，我们先做两个动作给大家看一看，大家来猜一猜是什么意思。来，先做第一个，明白吗？答，再摇头。来，第二个，就是打了一个响指，是不是？第三一个，是不是以为我们在鼓掌？也不太清楚。第四一个，哎呀，好像是有点腿有点酸了，再拍拍腿。大家可能都不太明白，因为就是我和小小兵我们两个人来做，我们两个人的力量不够大，对不对？不够大，不知道在干什么。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如果说我们现场的所有的人来做这几个动作，大家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要不要来体验一下？好，那就跟我们来啊。来，第一个动作，伸出你的左手和右手，一二三，开始。是不是像风的声音？来，加油！啊，风吹过来了。风吹过来之后会怎么样？会小雨淅淅沥沥滴在石板路上，仔细听一听，是不是？好，雨越下越大了。来，哇，雨下大了，越来越大，大雨来了，快回家吧。好玩吗？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我们在一起合作，我们协作，所以呢就会改变这个世界，奇妙的事情就会出现，就会有奇迹，对不对？对。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大家都在提倡这个要快乐教学，要幸福教学。我们也看到去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未来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呢我们特地就这个话题呢开动了网络的微博，来看一看孩子们都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我们来看看，哦，老师们哦，我们特别想知道在什么样的学校读书才会幸福呢？好想去那样的学校读啊。这个我想问一问，今天我们这里还有校长来了，我们请问一下李希贵校长，你觉得怎样的学校才是幸福的学校？今天我带了一幅我们这个学校今年夏天泼水节的照片，你会看到这个照片上我被学生们给泼了。有位泼过我的学生回家告诉他妈妈说，过去在校园里见到校长的时候还有点紧张，但是今天这一泼发现校长也挺好玩的。我想我们在这样一些活动里边加了一个重要的元素，这个元素就叫好玩。因为我们要把学校办成一个好玩的学校，我们要办一所真正富有孩子们的学校，孩子们就会喜欢学校，乐意学习，热爱生活，幸福成长。谢谢。